不自量力吗？啊，小朋友听到没有啊？就在讲你。你他妈是看到 G 就对了啦，你是他妈都没看到就对了。你半藏不是 G 一手，你可以砍游戏。傻逼一样。北京啊，傻逼是一样的。要不要看一下游戏说明，说谁是 G 一手啊？就那两个啦，我从头到尾都看你玩夺命女和那什么半藏啦。你再跟我说你不是狙击手啊？你不要再骗了啦！骗啥东西呀、啊？你做错事你要承认嘛？啊，你他妈做错事不要紧，重点是你要承认。你告诉我，你上过几次 highlight？ 你上过几次版面？你跟我讲一下。我正常一般看到狙击手不是啊？啊，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那头冒出来就一枪一个。啊，你嘞？啊，我死掉的时候看你画面，你那边晃，咬你的屁股，啊，有比较厉害吗？啊，有没有比较厉害嘛？你跟我讲嘛。哦，因为玩狙击手，我一定把你老二砍下来，妈挂在妈我家楼上，然后每天拿狙击枪狙两下，我告诉你，妈了个逼的嘞，跟学人家狙啊，因为你什么 CSGO 电竞选手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去打、啊？你没有就不要学人家那边玩狙击嘛，神经病的。啊！别游戏公司设计出来就是要给那些什么 FPS 高手打的啊，不是给你这种业余的啊，算丢人现眼的、啊。妈的！哎、欸，法拉冲上去了，法拉被打下去。干他！还炸哦，那个炸弹组还炸哦。我干！冲过去直接炸、啊！哇，还有一个抛物线呢、欸、他。哎、欸，龙哦，龙哦！给我一个！他妈冲进来了！干，嘻哈男被我锤死！我丢那个、哦、变态！好感人。躲到我后面。干你脸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没有人播。哒哒哒哒哒哒，万等！哇操嘞！哇，这个法拉是怎样？我一个飞耶他！都没有人播。好，死光！死光！啊，死光！没有，对，没有，我刚看到人全死。哎、欸，小猫小心！靠右，怎么后面？干炸弹！好险！
真剑侠哦。哦，我干炸弹鼠的炸弹直接炸在脸上，我喷120哎。他们该不会连第一个点都攻不进来吧？我锁定你了，我一直挡着他们。看他炸弹鼠一直丢哎，他狂丢哎，然后他都没炸到人。看他，我刚就被他炸死，操！紧跟一下。哎，他们冲进来了，冲进来了，冲进来是不是？放马过来啊！通通给我进来啊！我他妈全杀啦，好不好？炸弹鼠也死。哎、欸，谁打、啊？我有个东西、全灭了，全灭。对，全灭。龙你来啦！干嘛、啊？莫名其妙也全灭。刚才秀下线，到底能不能强点进来，好不好？刚他们连第一点攻进来、欸，他们下线秀一波、欸，哎，真的是。啊，他们哇，这个阀，这个阀，哇，这个阀又飞了，我操！整场都是他在飞、欸，我靠！哇，那个炸弹又哇！欸、小猫，你刚刚有看他跌倒的样子啊？我刚把他撞倒，超好笑！十九杀，好爽！躺在地上当龟孙子，干啊！哪位？我们队友。哎呦，爽打他！哦，我靠、欸！不简单啊！岗位要玩这只，你不会玩就不要那边鸡巴啦！请投我一票，看到没有？十九连杀，你赢了不？啊，我就讲嘛，某人一换角色我就赢了嘛！你们自己去想一下，这有没有因果关系啊？不是我一直在那边嘴丘什么的，为什么我的画面是卡在那个花村的画面啊？